4月12号，央华新剧庞氏骗局在京举办分享发布会，导演大卫莱斯高以及蒋文丽、戴军、姜韵荣等主创团队来到现场，为大家分享音乐戏剧庞氏骗局的台前幕后。活动现场，蒋文丽谈起了本次反串饰演男主角庞次的缘由，本来只是一句玩笑话，没想到导演深思熟虑后欣然同意了。要演的话，要有挑战性的话，那就是演庞琦了。但是其实我当做一个玩笑的话说的，但是没想到那个可是真的是问了导演，导演经过了三天的深思熟虑，说为什么不？同时，发布会的各个环节也是满堂欢乐。大卫莱斯高以及法国艺术家安娜合唱了一曲《上帝抽哈瓦那雪茄》，让全场观众如痴如醉。而活动主持人戴军也以歌手的身份再次登台，与上海歌剧院首席女中音王维倩合唱一曲《苏州河边》，同样引人入胜。一起来感受一下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